是姐弟还是兄妹？兄妹。现在在哪儿读书？海军军医大学。学什么专业？临床医学。来上海多久了？一年。三年。会说几句上海话吗？侬好，大家好。我眼中的中国是现代化，大气谦和，海纳百川。为什么选择到中国？选择海军军医大学？爸爸的意向。上海有哪些让你感到很方便的地方？快递很快，手机支付，交通便利。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带着爸爸再次来中国。默契挑战。用一个词形容你眼中的上海。包容，现代。哥哥最近一次考试考了多少分？85。妹妹的中文学了多久？3年。妹妹最喜欢上海的什么？上海外滩。哥哥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好的好的。中国的5G好用吗？好用，因为可以给爸爸打视频看一下学校池塘里的小乌龟，他一直惦记着他们有没有长大。跟爸爸视频还看到啥了？还看到正在教我马醉学的老师。在柬埔寨还是在上海？都看到了。徐老师是中国医疗专家组成员，他在柬埔寨王家尊总医院工作的时候，他跟我爸爸拍过照，现在这张照片挂在我家室墙上。上海有哪些地方给爸爸留下了深刻印象？五角场。现在的五角场非常繁华，有很多高楼，有很多饭店，还有很多外国人，他们用中文来交流的。